是一道音乐题，是你的想象是吗？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八九十年代著名的 OST 歌手李翊君演唱的。哇，好陌生的名字。对，他的代表作有《萍聚》《婉君》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听过吧？完了，来，请放音乐。哎，这不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吗？我想你飞雨蝶。说已经知道什么歌了。爱到眼前沉默，一直往下走，却困在寂寞。啊，这叫雨蝶啊！你们实际年龄是九零后的吗？都虚报了吧？他改词了吗？能问你里面有几个字？几个我，就这种问题。这么难？因为他问题就是很另类的一些问题。不会是让我们背词儿吧？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《还珠格格》是吧？扎莫寂寞。他在想什么？这是雨蝶啊。他在说，这首歌是重新这个新的版本。是吗？对，因为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歌词不是这个。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下雨太美。我沿着沉默一直往下走，却困在寂寞沙漠。哦，沙漠寂寞，什么沙漠寂寞，什么什么挽留，沙漠寂寞没有人挽留。这应该不像歌词，不像歌名啊。哎呦，真不知道。周深是最擅长猜歌名的，到这儿都崴泥了。我们去了还有痛苦的温柔，悲伤的温柔，是哪个？哪个？悲伤的温柔吧。剪刀石头布好吧，剪刀石头。悲伤的温柔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不是俩都是布吗？那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的答案。好。最多的四个字，沙漠寂寞，沙漠寂寞，沙漠寂寞，没有人挽留。这应该不像歌词，不像歌名。沙漠寂寞。周深对了，你看，这真的是有这首歌是吗？就是不同版本。对，这首歌是李翊君发行于1998年1月1日的《沙漠寂寞》。然后《还珠格格》的片尾曲《雨蝶》是重新填的词，对，是琼瑶在原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，所以它是在《雨蝶》之前的。啊！这颗有了，有了。哇，有戏！
找到了正确的搭档，这都伤及无辜啊。请准备三二一，过山车了。这俩人自己呜还能起来，又回来了。啊，这么痛！啊，这么痛！哎呀，小心！慢点！哦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啊！一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跳好高！啊，这么痛！脚还在鼓掌，红包，红包，这密码号，这真是红包，哇，好厚一叠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刚才你们还怀疑里头放什么下，我帮你看看，羞愧不羞愧？怎么想的？把节目组，你们一来就欺负我们新人，干嘛抢我红包？是啊。